在经过朋友的介绍，我就来小博士音乐学院学习 violin。然后我跟 Mr. Wu 学 violin 已经1年多，然后在 Mr. Wu 的教导下，就解决了我很多 violin 上面的问题，然后还也考到了。